会在星期六的晚上来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那今天我们有个新的名字叫霸天狼八勇士。哎，这个我刚想配上这个声音啊，是不是 就那头狼稍微有点胖，你知道吗？今天呢是这样的，我们霸天狼八勇士呢，我们有非常厉害的任务要执行，但是我们八个勇士当中有一个人呢还有秘密的身份。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位是最近当了导演，而且呢是我以为有卧底，有卧底呢，我一下就开始警惕了。没有，为什么要提到这个身份？是因为正好我们节目今天这个节目播出的当天，就是他首次执导的电影《空天猎》跟大家见面的日子。我们欢迎李晨导演，欢迎。谢谢。每次来到我们快乐家族，来到快乐大本营的舞台，都是那么的激动和开心。看到我们的朋友们，每次在这，你们的掌声与欢笑，就是我们最欣慰的事情。谢谢你们。哎呦。这做了导演之后怎么说话怎么那么官方呢？对呀、啊啊、那他在他旁边的呢就是一个美丽大方，然后这个就交给李晨同学，李晨导演来介绍一下吧，好不好？站在我旁边的呢就是我们的直升机飞行员赵雅丽的扮演者范冰冰。好官方啊。大家好，快乐大本营的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冰冰啊，又一次来到快乐大本营。其实每一次来的时候都像回家一样，反正一年总是要见好几次，但是每一次看了都非常非常的开心，看到所有的家庭的成员，所以特别特别感谢快乐大本营给我们的支持，也希望你们可以喜欢《空天猎》这部电影，谢谢。你也很官方，刚说陈哥很官方，没有啊，我说的都是家人呢、啊，比我还暖心一些。确实是这样的呀。今天还有一位代表来到，像非常帅的小伙子，他叫李晨浩，欢迎李晨浩。大家好，我是李晨浩，在电影中饰演的是空降兵高原，一个懂高科技的热血尖兵。好，欢迎你。那旁边这一位是大本营的亲儿子魏大勋。我在参与了这部电影、啊空天猎主要是饰演那个幕后的那个飞机上滑来滑去的的。没有，大勋啊，大勋续集就来了。哦，续集就来了。续集不是也有海涛吗？哎，有，对。他好不容易把自己塞在这个军服里面。我全身除了脸，现在哪儿都不过血了。我特别要跟大家讲，海涛真是一个敬业的主持人，这身衣服根本不是他的 size。我们这个衣服其实是要有机务兵帮忙穿的，自己是穿不了。然后机务兵一身汗，这个海涛你试一下，我给你，就往上拉这个拉链，穿上之后，海涛说。这是那种静脉曲张的裤子吗？是这样，因为首先我们穿过来的都是那个剧组的服装，那么我们的服装的每一个演员都是量体裁衣。看海涛这件是谁的？是千元大哥的。对，是千元大哥的。那你是穿下去是很不容易的。是吧？我给他撑一撑，他回头穿得舒服一点。我们的这个服装啊，大有来头。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穿的衣服全部都是最新式的17式的这个飞行服。新到其实有部分还没有完全的配发下去。我听说海涛这件其实是非常稀少珍贵的。海涛穿的这套就是我们的歼20的飞行员的飞行服。哇，我这个好像跟大勋的是一样的。对，咱们三个的这个差不多。但你们为什么背了两个这个玩意儿？我们这个其实是救生包。救生包，打开之后会帮助你在海里，就像游泳圈一样。对，那我没有这个的意思是，你会游泳，会游泳，你会游泳，游得好。没有，其实，在陆地上执行任务的时候是不佩戴的。哦，那我的福领也是。你的福领还有像这种福领，这福领也是起到，这是新式的，这个是上一代的。哦，这个拉开以后就像那个救生圈一样。对，我个人觉得维嘉这一套非常的帅气，特别是大家看跟我们都不一样哎。对，维嘉这一套。为什么呢？维嘉这一套其实是另一种机型，它是那个歼10机型的主力机型，主力机型的这个飞行服。它的这个抗核服里面的这个充气的东西是管状的。大家看到我们身上有这些管道，这个是直接要接到飞机上的。这边是氧气管，这边呢是抗核库的原理是什么呢？那为什么我没有抗核库？因为你是直升机没有。直升机。啊，所以吴昕也是直升飞机的那个。对，吴昕，我应该是那个飞行员崇拜者吧。你看起来是兴趣爱好者。我们两个人是属于飞行员迷妹，然后在下面送机的那个。
陈浩这个怎么颜色什么都不太一样。他呢其实是空降兵的部分，然后要承担地面作战，对，然后他里面有很多很多，有地空电台、单兵通讯系统。今天穿的只是这套服装的一个简配版。我想问一下陈浩，你拍戏的时候全部的装备加起来你大概有算过有多少斤吗？应该有50-60斤吧，还有枪械和子弹到时候都是真的，然后有可能会有通讯系统啊、电台、手雷、夜视仪、头盔等等等等。确实是所有的男生穿的这个所有的服装真的很帅，精气神就出来了，真的很帅。我想问一下李晨，你在拍这部戏之前就对这些军事上的这些信息这么了解吗？我首先是个军事迷，然后其次呢就是也在网上会关注很多，然后我们网上其实有很多这种军事大号，我那个时候就是基本上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看所有的跟飞机有关系的视频、纪录片，所有的这些东西。而且我们这个戏呢最关键的是还有一批空军的专家，对，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专业的知识和辅导。其实在《空天猎》这部电影当中，大家会看到我们导演李晨想要打造的我们中国空军的这个非常英姿飒爽的形象。但是今天我们真的请到了一支非常厉害的队伍啊，由他们来亲身的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中国空军的这个风采。这支队伍呢被称作是霹雳雄鹰，我们接下来就请他们亮相来跟我们见面，来掌声欢迎。请允许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支赫赫有名的霹雳部队，参加过抗美援朝、国土防空、对越自卫反击战，先后击落击伤迫降敌机21架，所属的飞行一大队分别被国防部和空军授予了航空兵英雄中队、霹雳中队的荣誉称号。好，我看到我们现场的观众眼神里面全部是那种敬佩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从两位飞行员开始。大家好，我是空军飞行员苏满元，来自湖南平江，参加飞行已经10多年了。老乡哎。大家好，我是中国空军飞行员龙彦林，来自湖南湘潭，现已飞行将近10年。两位飞行员都是我们的老乡，而且这个飞行时间都已经很长了。我先问一下满员，对你来讲作为飞行员最不容易的是什么？在空中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各种突发的紧急状况，都需要我们保持沉着冷静，以大无畏的精神和胆魄去应对和化解这种风险。由于我们平时经常外出执行各种各样的演习演练任务，所以在家的时间比较少，对家庭可能会有所亏欠。自古是忠孝难两全，但是对于我们的战士来讲，可能这个是他们心中最牵挂的啊。谢谢谢谢，谢谢。那我问彦霖一个非常为难的问题啊，也是湖南老乡，他飞了10年了，很有经验。看一下台上的这个8个人，这快乐家族这4位，另外还有来自空天猎的3位，以及快乐大本营的亲儿子魏大勋。彦霖，你觉得我们8个人里面谁最适合当飞行员？从这个体型和这个形态上来说的话，还是李晨比较具备这种培养成飞行员的这种潜质。第2适合的呢？
往那边看，往那边看。何老师也比较适合。哎，我听说过不需要飞行员，不需要个子特别高大，对不对？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就不太适合。哎呀，好险呐、啊！好险，我一米七九九。那我想问一下，到第几位才是海涛适合呢？这样，我们不如问一下，谁最不适合当飞行员？海涛这个体型呢，比较适合这个飞我们这个炊事班、炊事班轰炸机和这个运输机，因为我们这个小飞机的话，这个座舱比较狭小。像你这个体型的话，我们这个座舱盖可能都关不上了。我跟你讲，海涛这么严重，海涛我跟你讲，我可能头发的，我们有运二零，你可以开运二零，就是运二零比较适合。运二零的名字叫胖妞，跟年龄配合。那如果像吴昕这样的，其实身体条件很好，但个性比较偏懒惰的，没事，就是能坐着绝不站着这种。这种的话，在我们部队的话，可以给他搬过来，我们指导员在。哦，好的。那我们就问问我们的指导员好了，我们首先请两位指导员来给我们做自我介绍，好不好？大家好，我叫向佐云，今年29岁，来自湖南张家界，空军上尉军衔，现在是机务中队一名政治指导员。欢迎向指导员。好，下一位。大家好，我叫卞一栋，今年29岁，江苏盐城人，空军上尉军衔，现在是一名警卫连指导员。欢迎。这两位是指导员，先问一下向指导员，其实在部队主要的工作是什么？一是党组织建设，二是教育管理，三是官兵的思想引导工作。哇，哎呀，这几个都是要说官方全是官方，谢谢。听完之后每一个都直接抓在心上。哎、那卞指导员好了，卞一栋，叶林说没关系，什么样的孩子到部队我们都有指导员给他搬过来。如果碰到像欣欣或者海涛这种，其实是人特别好，对，特别善，对，就是恶。我就是起不来，不是故意的，真起不来。像这种比较可能性格比较偏散漫、偏消极的，我们要怎么搬呢？要制定特别的训练计划，才能跟得上训练进度。那请问，那个具体的那种有多特别？多特别呢？早上一个5公里，晚上一个5公里。中午饭不要，饭不要吃了。很痛苦吗？杜海涛，杜海涛，加油，快点！杜海涛，快点！杜海涛，杜海涛，杜海涛，李晨哥，杜海涛。我听到这儿，我感觉自己现在积极多了，再也不敢懈怠了，是吧？又想起了男子汉的时候。好，后面两位呢，看起来非常的年轻，然后呢比较的严肃，他们其实我觉得可能多少有点小紧张，对不对？我们也请他们来做自我介绍一下。来，第一位，来。大家好，我叫陈超，来自辽宁省临海市，1995年出生，2016年入伍，现任空军三等兵军衔，我是一名机务兵。大家好，我叫殷家鹏，来自江苏泰州，今年21岁，上等兵军衔，是一名空军警卫战士。欢迎。一位是机务兵，一位是警务兵。两位虽然看起来有点小紧张，但是现场的我们的特别是女孩子的观众就非常觉得就是很帅气，颜值非常高。我们先问问机务兵好了哈。超什么是这样？对，陈超。陈超，对，陈超。陈超，东北的。对，陈超。陈超，你那个机务兵主要做什么工作？保证飞机的完好性，及时排除飞机的故障，定期检查飞机的性能，保障各类飞行任务。好，非常好，对自己的职责非常了解。那警务兵呢，主要是要做什么？防止不法分子进入营区或破坏飞机。这个我呀特别有一个体验，你知道吗？就因为我们最开始去各个军区部队下面的这些基地去看警的时候，因为我们也看警的时候没有穿军装，然后即便有跟了有一些我们部队的一些这个同事跟着一起去走，但是还是要通报口令，你知道吗？前面突然啪手电就亮了，口令啊，口令，什么口令？没有口令啊，我哪知道口令？我是来看警的，夜里看看机场跑道灯亮不亮，再不走，再不报口令，开枪了！什么？开枪了？你们是这样的吗？很严格的，我们是需要这样子的，是需要这样子。我就在那站着，我说啊，开枪了！我是来看警的，对不起，把手电照在。不对，口令不是来看警。这个是开不得玩笑的，你再一次给我们的掌声，给我们的战士们。好，这样。我们呢要进行一个4v4的拔河比赛，我们派出4位，然后为了公平起见，因为
战士们体格特别健壮。我们请空天猎的剧组的三位以及大本营的亲儿子魏大勋一人邀请一位战士，好不好？好。导演李晨果断选择了向指导员参与比赛，冰冰却挑选了一名年仅21岁但身形更加高大的机武兵，这是想给自己队伍增加难度吗？那你没戏了，你比人大20岁。哎，这个段掐了别过啊。接下来李晨浩和魏大勋都选择了飞行员参与拔河，海涛则作为空天猎队的秤砣担当殿后，双方阵容已出，开始比赛吧。准备好了，准备开始。这边绳子都松了，绳子在我的手里已经不断的在都在离开了。我觉得是不是海涛你后边那个没吃上劲儿啊？我刚才一直都我跟那个绳子死死的绑在我的腰上，但是有一股神奇的力量，然后就解开了那个绳子，我就你绳子开了，刚才就是弄不动了。哎，技术失误，技术失误。来，我们祝贺我们的霹雳雄鹰获胜。厉害！在我们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号国庆节，是我们的伟大祖国68岁的生日。那在这里，我们非常高兴，在今天的快乐大本营当中和这么多伟大的战士，我们了不起的这个子弟兵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大家一起来齐声歌唱，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按照梦想慢慢生活。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霸天狼部队请注意，今日凌晨。邻国马布国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情况危急，现请求我方紧急选派最优秀的飞行员协同作战，联合救援。现场的八位勇士，你们将被分为2队进行考核。93联队，李晨、李维嘉、吴昕、魏大勋；空天猎队，范冰冰、何炅、杜海涛、李晨浩。你们将通过体能、方向感、心理。和实战思想考核来检验你们的作战能力，最终选拔最优秀的4位队员奔赴救援现场。各位准备好了吗 ？Action！ 那作为飞行员来讲，其实身体素质是当然是第一位的。我想问一下这个空天猎的导演李晨，你自己也主演了这部影片，所以在拍之前是不是身体素质上需要做一些特别的准备？
对，其实有了解很多，你比如说包括飞行员的一些体能啊，抗这个重力啊等等等等。我那会儿就跟陈浩说，我说你呢一定要深蹲，我说因为你有要扛着别人狂跑的戏。然后后来那个戏后来等了三个月以后回来一见，我说你这是象腿啊，我就蹲了三个月，真的蹲了三个月，现在瘦回去了，现在瘦回去了，长了十斤。而且他要背一个比他重很多的人。再现一下你当时怎么扛的，在戏里面是怎么扛的。试一下你。我天哪，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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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陈浩，可以吗？太厉害了，弄得我都要离不开他了。佳佳，我跟你讲，开始我是觉得你们队友李晨，我觉得我们蓝队应该就败了。但现在看到李晨哈，我没有象腿。你们不敢赢导演、哦？那倒也是，删他的戏。我们也有导演，但是我的导演在这儿呢。哎呀！哎呀！哇，好甜啊！这糖好好吃。发糖了，一下就发糖了。反正我们两个人在那个总是做综艺节目中，没有把我们俩分在一个组里。对，大家就想看打。对，是这样的，因为不用分到一组，一会儿是这样的情节吗？请问？不用分到一组，你们就已经够够的了，还分到一组还得了，是不是？那刚才这句话非常好，一个影片的导演虽然大，但大不过人生的导演。这是今天这个吴若雪就厉害了，他们那队有这个影片的导演，我们这队有他们人生的导演。恭喜你们四个人获胜！恭喜！你们去敬业！恭喜恭喜恭喜！下期再见，下期再见。对。团队接力赛，两队分别以接力的形式完成三个挑战。挑战一：大象转，转十圈后敲响对面的锣。挑战二：大风车旋转，抽取一整卷丝带。挑战三：三人平衡木，维持平衡五秒钟。用时最短的一队获胜。那两队到底谁先来呢？我们派出两位导演来石头剪刀布，赢的后来，因为后来的可以看到前面的那个。完了，我们队准备一下吧。冰姐想出什么？你直接跟我陈哥说。别这样，公平。你想出什么？你说吧。那往前点，来。陈哥，你队的队员已经自觉去准备了。哎，不能先试，你们怎么偷跑？不能先试。因为我们做好了李晨输的准备。来，石头剪刀布。哇，未来三个月日子不好过了。赢的这一队来决定哪一队先来，你说。干得漂亮，何老师，暗中相助啊，这是。你们先来。好的。说好的人生的导演呢？我们先来。逻辑是这样，930空间点，对吧？对，好吧，所以我们到前面去。你平衡性好不好？还可以。要不然我抽那个，你这个你敲完之后，敲完之后我缓一缓，你缓一缓，然后我来做第三关，好不好？就你还是想奔着赢总导演这个意思呗？那不是，那我先来，我先转，我都懂了，哥，我都懂了，叫导演，输赢不重要。哎，大勋，要不你怎么没排上第一步？战术三关都我来吧，对了，你这三关都派我吗？悬空得了，让你们稳稳。我还是要赢，你知道吗？要赢。我来吧，就输那么一点点就。要巧妙，那个度要掌握。使劲了，但是不能赢。对，不露痕迹。不刻意，不刻意，不刻意。来，预备，计时。这太假了，你这个。计时，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厉害！九十，可以了，出发！加油！哇，好厉害，道具！喂，哎，小心，小心，注意安全！不要这么巧妙！去哪儿？好，让开！小心！哇，好帅啊！对，远一点。现在时间过去34秒，扯地上的，多转点，多转点。扯地上头那个，还有一点，拼了，我都感觉都疯了。陈哥，哇，李晨开挂了。陈哥，你慢点。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过年了。我们来祝930空前列票房长虹，票房源源不断。好，第三关，
陈哥累劈了，陈哥累劈了。魏大勋算了，魏大勋，魏大勋快，我们都已经起来了，快！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好，挪挪挪，哎，两个人讲两个的，好，五啊，不行，五四。五四三二一，成功！哇，这么多票房，好棒啊！好棒啊！我戴了一双红手套，这是象征的好运。我开挂了，已经。刚才像哪吒一样。我简直没有听错，我刚刚走过去的时候听到吴昕，哎呀，累死我了。你干啥嘞？很累的，我跟你说，这个真的很累。哎，这里面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表现得非常好。大勋其实可能没想到会那么晕，我感觉到你已经尽力的在克制了。你最匪夷所思的是，从这儿过去之后，停了一段之后，那个罗在那儿啊。你这条线我是没懂的，当时吴昕在旁边冷冷的说一句：“不用那么巧妙。”你跟我说一下，你跟我说一下，你是演的还是真的不知道怎么走？其实跟你们看的是一样的。我走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稍微有点清醒，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太清醒，然后我就往这儿又绕了一下，还是有点套路的，有套路。哎，大勋，我知道你是在吃《空天恋二》的戏，对吧？在导演面前试戏呢。是，戏特别好，看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导演的戏好，撑的时间又长，然后又感觉又有效果，很努力的样子，都在点上。导演就是导演。就我们俩不懂事，我们俩先坐在那儿干嘛？我们俩在干嘛？你们俩一会儿在下面嗑会瓜子。对，我们俩以为这个白事在。而且你们俩，他们两个在那儿发呆的时候，那戏多足的时候，你们居然还提出了解决方案，大勋来吧，要的就是李晨在那儿犹豫，慢慢的扯下来，再努力的走上跷跷板的全过程。我怕你们都不用比了这一句，你们就直接赢了。好，我来宣布一下，刚才我们930这一组的成绩是1分43秒5，祝贺，其实很快了。那么接下来呢，就交给我们这一队了，空天列队了。第一关将会是人生导演范冰冰。听好口令，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要晕了。六、七、八，哎呀，真的，已经晕了。九，已经晕了。最后一圈了。十。稳住！加油！爬呀！爬都要爬过来！爬呀！我的天哪！这边呢？自己选的游戏，赶紧！爬完了，爬！哎呦，这都不行啊！再离近点！好，快抬走！这宝贝儿到旁边来睡。哇，聪明！哇，聪明！哎呦，跑！行，你这个浪费时间。对，那边卡住了，有机会。那边好，站起来。啊，厉害，这厉害！节奏小心一点，快，还要快！两个手，还有一大半呢。往下面抖，快了！哎呀！冰冰，你这什么队友？还好吗？快！马上了！转起来！好了！他还要参加下一个环节吗？来，准备啊，两个人来啊，这个好哎。五四，没有，来，哎呀，海涛太沉了，哎，要了命，好，可以了，哎，涛太沉了，来了，开始了，来，海涛，来，五四三。海涛太沉了，再来，准备啊，来，走。
陈浩，你笑死我了！来，准备，准备，好，可以了。来，我四三二，不要，不要，不要，来，再来。何老师谁数？四，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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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一数。五四三二一。他们都有一位精英。我想特别认真的采访一下范冰冰同学，因为是这样的，我们组其实第一个是难度很大的嘛，我们就想说给谁，这时候冰冰的第一个我来。我特别认你是不怕转吗？不怕，没事。你要跟我说爬就可以，我也可以爬。你就没想到，反正什么样的方式过来都可以嘛。但你开始是，他转的时候啊，我就已经看到了。你看出来？他可能在第七圈、第八圈的时候就已经要倒了。因为我平衡能力不是特别好。哦，这样子啊。对，那你这么，那你还是主动要第一个。挑战第一个，那就这几个嘛，那我肯定是挑战一个难一点的。冰冰就是在转的时候，你没发现那个螺是自己向你走过来的吗？哎，爬爬完了爬。是不是你们有点侮辱我？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就应该把那个鼓槌提前拿走，转完之后砍过去，你知道吗？对吧？我虽然是爬着过去的，但我也要是。对，也要敲到这个，对吧？很可爱，对不对？对，好，那就好。我想问一下，把那个锣抬过来是谁的主意？我。这功给你们记下了。你们还不错哎，他们的成绩是2分06秒。第三关结束以后，我就停止计时。后面还甩个三分钟吧。瞧不起我们。再来一次啊！不用。听完我就听到冰冰腿一软。好，刚才是身体素质，那接下来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核，叫做方向感的考核。大家知道，作为一个飞行员呢，要有自己的方向感。飞行员在飞行当中呢，周围的环境会变化多端，那对于时间、空间，包括方向和位置，要有全面的自己的一个感知。那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蒙面枕头大赛。前面那么一大段术语，我们都这个名字，名字这么平凡。蒙面打枕头大赛，游戏分为攻方和守方，攻方派出一名队员，在蒙住眼睛的情况下，用枕头进行攻击。3D 眼罩，这是。守方队员需绑上铃铛，在规定区域躲避。哎，你看我这个铃铛不响哎，真的不响。检查他一下啊，导演，检查。导演叫你，导演叫你，响，你看。老响了。被枕头打中或双脚同时离开规定区域则算淘汰，每轮限时90秒，成功躲避人数最多的队伍获胜。如果只有4个人的话，好像这个击打的人的那个方向或者说他的目标太少，所以呢我们每队会加入一位优秀的黑衣人。我们掌声欢迎小芳和小黑。那可以不选吗？你们先选小芳吧。说实话，综艺效果是非常好的。小黑开始这样抖腿的吗？对，你们要选。但是我很清楚，小芳其实在体力方面不及小黑，是远不及小黑，是远不及小黑吗？但呢，小黑有个缺点呢，是个子比较高，就是腿吧，哎，个子高腿长，好的，小黑，可以，我选择小黑，可以，好，那我们就选另外一位。最终930队选择了黑衣人小芳，空天猎队选择了黑衣人小黑。第一轮930队是守方，空天猎队则派出李成浩进行攻击，范冰冰指挥。准备了啊，李成，你现在已经犯规了吧？你看你都在外边了。 What？ 一只脚要在里面，你现在是一个脚趾在里面，你往多一点。李晨导演，请你听导演的。对啊，多一点。好，来，准备90秒钟，计时开始。往前走，快，对，右右右右。很明显，按照指挥，右边是魏大勋，小芳是在左边。应该是我的左右前后。对对对，你的左右前后。我的左右前后。嗯，我模拟你的方向。右右，哎，右右，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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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好，小芳出局。竟然如此快的出局，怎么可能？首先，小芳成功的用铃铛吸引住了李晨浩，可此时他并没有迅速的逃开，反而静静的等待着。综艺效果是非常好的。
旁边是小芳，爱你。小芳，这个小芳，挺好，不错，挺好，挺好，不错。谢谢小芳。哎，等会儿，等会儿，就这个方向往前走两步，往前，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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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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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辰出局，好。定枪。等一下，别着急啊！左手快打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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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大勋的脚。其实大勋很胆子很大，现在剩下两个人不敢相信，胆子很大，现在剩下两个人不敢相信，他们两个居然留了下来。好，快快快，往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别动，别动，别动。往右手，右手，右手。那个是干扰信息，那个是李晨，他已经出局了，不要理他，走位置来。往后走，往后。最后的十秒了。往左，往右甩。好。往右甩。好。竟然是被李晨浩的空气波吓到跌倒。快快快，往前，往前，往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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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右。时间到，辛苦啦！谢谢陈浩。谢谢你刚才是那个假摔，我想知道刚才这一幕发生了什么。那边有人叫我。你跟维嘉两个人生动地演绎了一个成语“小人得志”。没有意料之外，我们觉得怎么可能？你们演的是意料之外，对不对？好，那陈浩其实很棒，非常成功的有效攻击三次。好，接下来九三零队将派出魏大勋出战，而有着较强方向感的李晨来做指挥，他们能否取得更好的战绩呢？各就各位，一分半钟计时开始。正前方，正前方，回头。都在你后面，都在这边，都在你后面。好，往前，走得太慢了。对，往正前方。有了。哎呀，摘呀！哎呀，摘呀！哎呀，哎呀！一个一个一个。右边，右，正前方，正前方。正前方，正前方，压着打，好，好，漂亮，可以了，可以了。回头，回头，好，好，压着打，有了，有了，扑，往前扑，往前，往前，往前，往左，往左，右手边，走了，走了，往往回，对，往左，那是右。往往往往后回头，回头。啊，就这样，就这样往前盯着打，有一个人，有了，现在场上还有两个人，好。啊！往前往前，压着打，左手边，直走直走，回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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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走，回头，走，直走，一直走，回头，一直走。回头走，打打，时间到，是不是很晕很晕？他们俩跑得很厉害。你为什么蒙着眼都有一种杀红了眼的感觉？你中间打海涛打得他已经要报警了，气急败坏的打。你不是要打我，你是要我的命。正前方，正前方，压着打，好，好，漂亮，可以了，可以了。好，那我们就。第二轮了，第二轮了，我们派冰冰好不好？冰冰来进攻。哇，冰冰来进攻，那我们来这一轮，陈哥你帮冰冰带吧。好。好 ，OK。注意安全啊 ！OK，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vivo 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好，那我们就第二轮了，第二轮了，我们派冰冰好不好？此轮红天乐队派出范冰冰出战，何老师指挥，而一直对冰冰爱护有加的李晨会在这轮倒戈香香吗？好，你现在是非常非常正的面对了观众，现在在你的
后方有一圈人，正后方是还没开始，还没开始，来准备，计时开始。好，冰冰后面，哎，对，就刚才这个方向，再往后再抡，对，哎，好，现在在你正前方是，哎，不是，哎，一个回旋镖，补写了新的规则，冰冰。不能扔啊，在这打，在这正后面打，哎呀，差一点，冰冰适当的离开垫子啊，想办法直立起来，直立行走来，嘚瑟，要你嘚瑟。好，冰冰往前走，这台车在脚往前走，好，往前走，下面，打，打，一次就行了。大勋啊，你还记得那些年被你打过的海涛吗？你不是要打我，你是要我的命。算了，要我的命，我的命。这位空天猎的英雄现在在你正后方，对，往前走，就这样，先别着急走，还远，往前走，打，哎呀，地上，哎，那边没有人，对，好，打了，打得漂亮，衣服都掀开了，什么情况？一会儿心结可能还在假摔一个。左前方，前方，好，最后十秒钟的时间了，好，地上，打死了，打死了，八，打，好，六，五，打错人了，四，还有一个，二，一，好，时间到了，我以为剩下了，打到谁了刚才？打到了第一个就打到了你的男友，直接棒。而且他主要是来跟你嘚瑟，你知道吗？第一个就出局了。啊，中间有一个叫魏大勋的同学，倒在那儿，被你打了无数下，死透透的。因为那个时候打了三个人呢。没办法。三个人趴在一个地方也够可以的。狙击手，他是。好，那接下来你轮到你们最后一次了。李晨，你待会儿你玩的时候拍起来。对。变成猴子一样在你的板上转，对，拿着枕头甩来甩去，绝对动线小了一点，旋转的小陀螺，对，你看，意思就是说你们队已经是你了，已经是你做了，好，已经是我了，是吧？你看他们都已经把扑起来，矛头指向你，好，好吧，我要让这个游戏激烈起来，不让维嘉哥哥做吗？你们谁来指挥他？谁来指挥他？维嘉哥哥做吗？谁来指挥陈哥？要上场。旋转牛李晨信心满满，他能否扛住人生导演冰冰的压力，带领930队获得最终胜利呢？打着别理你，往后点带，别打着你。对了，李晨，就是这种甩。冰冰姐也参与了，我就跟你说一声，没有别的意思，你就下手的时候啊，动作呀什么的，对。对，这是头，这是头。好，然后观众在前面，观众就在你正前方，就在你的那个右手的前方，枕头这个方向，好吗？来，你我把你带到中心点，星星准备计时了，这是中心点，前面是观众，你听我的口令啊，听我的口令，魏大勋，你把话筒放下，全体预备备，这个就海涛，对。计时，死死的扑，开始。好，左边扑过去，再往前，往后，都在一边，抡，往前，往前，往后，对，好，有一个出了去了，好。冰冰姐，你确定清楚规则吗？往你的后方，对。对，地上，对，好，然后直着你的这个左手边冲出去，左手边，在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正前方扑，最重要的人在身，最重要的人已经。
往后往后，哎对哎对，出去一个，变成旋转的小陀螺，还剩一个，还剩一个，还剩最重要的那个，还剩最重最重要的一个眼睛出局，全出去了，哇，好厉害啊！啊，已经都出去了，停停停了。脚没落地，这不是。冰冰从头到尾都自己谱写了一个游戏规则，我们的规则是有一只腿必须在垫子上。冰冰自己解释的规则是，只要我没有两只脚着地就可以。他一直在后面，就盯着李晨来回跑。对，小芳在床边问说：“哎，冰冰姐那个算不算出局？”我跟海涛不算。冰冰自己仗着是人生的导演，玩的是另外一个游戏。好，所以刚才是什么？是几比几啊？是我们，你们获胜，对不对？好，白队获胜，白队积分，这是930，祝贺积分。930又获胜了。那现在9302-0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聊一下。不好过啊！930虽然重要，空天猎也不能输啊！下个环节就看你表现了，好吧？好，好。接下来这个环节跟知识量有关系，然后也是一个无领导的一个团队协作，其实跟每个人在团队当中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想法，同时又能够保证团队的协作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看看下面这个环节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操作方式。来，你准备道具。欢迎各位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好，我手上这一台呢，就是我们 vivo 全新推出的 X20 了。那这部手机呢，开启了全面屏的时代，而且呢是逆光也清晰，照亮你的美。因为它有了这个 vivo 的图像魔方技术和全新一代的这个双核像素技术，所以呢，就算是逆光拍的也会非常的好看。既然这个全面屏这么大，我们一起拿它合个影吧。因为我每次看见冰冰姐都得合个影。还真的是，来3-2-1，拍照，空天猎，拍照，非常好，这张心意特别可爱，哎，谢谢各位，就是哎，我给大家放大一下，李晨浩说的心心也特别可爱啊，我放大一看，算了，那我问一下冰冰好了，因为其实作为一个导演，第一次指导本来就会很大的压力，那么像空天猎这样一个题材的大部头的作品。晨儿有没有崩溃过，或者是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没有。我觉得他其实每天都在崩溃。哦。每一天都在崩溃，因为可能也是第一次做导演，然后他又是一个也很追求完美的人，想要每一个细节都是完美的、准确的。但是因为拍电影就是这样，总是有一些遗憾。是的。就是每一天都会有点遗憾，每天都有点遗憾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着急。所以我觉得李晨在我的印象里面一直是一个偏温和的人。大家都觉得导演是会很凶，然后很有劲儿。他在现场倒没有，很温和。但是对，回到房间里面跟自己较劲。但终于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了，崩溃大哭，砸东西。在房间里面一个人在跟自己较劲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因为如果说他可能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导演，或者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团队，大家可以来帮他一起解决。但这些事情其实因为。能帮到他的人特别少，而且空天猎这个题材可能不像，比如说你去拍一个偶像剧、爱情片，它有一些铁打的规矩和有一些必须要遵照的规矩，是你不可以去绕过的。对，那有时候艺术创作太多专业的知识，对这个我就觉得确实非常了不起。其实我也很期待到时候空天猎会是什么样子。那接下来我们要考验的是这个心理素质。在飞行实战当中会有非常多的突发状况，那每一个飞行员呢都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做出最优的判断和选择。接下来是分成两组，930队和空天猎队，每队有5分钟的时间来商议。这个时候我们的指导员和飞行员会在作战室来监控我们的选择，由他们来判断哪一队选择的这5样东西是更加重要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题目短片，看看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来，请看。国防部在某沙漠执行任务时，机身遭遇严重损毁，被迫紧急降落。沙漠日间温度40度，夜间温度骤降至5度，
并有一定概率的暴风雨。你们身着夏季便装，最近的城镇离迫降地点约70公里。为了尽可能快速轻便的逃生，请从下列15件用品中带走你们认为最重要的5件进行排序，并说明理由：闪光信号灯、军刀、沙漠区地图、塑料雨衣、指南针、滑沙板、手枪、3个有红白相间图案的降落伞、压缩饼干、放大镜、10升饮用水、紧急医疗包、太阳眼镜、厚衣服和一本沙漠动物百科全书。情况危急，请各位抓紧时间。刚才那个信息提供的特别重要，昼夜温差啊，昼夜温差，然后呢，与距离是70公里，还有就是晚上会有暴风雨，咱这个思路啊比较清晰是吧？刚开始讨论的930队并没有急于挑选物品，而是在李晨的引导下，首先分析题目里的关键信息。那另一边的空天列队会采用什么方法呢？我觉得我们这样好不好？因为有10样都是要淘汰的，就每个人淘汰一个你觉得不重要的，然后我们会把目标缩小。空天列队，何老师率先发言，建议采用淘汰法，先缩小答案范围。对，何老师这一点讲得也很好，而且一直在主导起来。对，你先淘汰一个。我觉得滑沙板有点像一个游乐项目。同意。我觉得放大镜不用，没什么意义。没太大什么意义。对，它可能就是可以通过太阳光来聚的来取火、但是我觉得可以有别的方式。钻木取火。对。我觉得太阳眼镜也没有什么用。OK， 好。这个还好。对，所有东西都有，但一定不是最重要的，对吧？好，陈浩你觉得？我觉得沙漠动物百科全书也不要。对。对。我就是沙漠动物百科全书。啊，这么棒。这样吧，我们所有的人就带这一样。沙漠动物百科全书，坐在那里等着救援来找我们。大家在这看书，好，那还不如直接铺个伞呢。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啊！但是这个我们不走了。对，他们又跑题了，他们跑得有点油腻。对，能挺一会儿，坐吃等死。不是，如果我们在那等待救援，这些东西就都在了，我们就不用选了。对呀。那我们就不如关系，他就拿着滑沙板去滑山，然后带着太阳眼镜做日光浴，然后我在那里拿着指南针看书，拿放大镜玩。好的，认认真真，打把猎，你在那打把猎拿手枪。认认真真说，认认真真说。此时韦家站出来终止玩笑，认真讨论。如果真的要徒步出去的话，首先在走出去的必需品，我们第一位的肯定是方向。两队都开始挑选排名第一重要的物品，他们的选择会一样吗？第一个最应该带的是。不是那个，是10升饮用水。谁拿呀？飞机不能用吗？饿的就是饿的，不能渴的。对，我们背。水是必须带的，所以我来背。水是必须带的，无论如何必须带的。我觉得地图和指南针我们只要一个。可是不行，因为你看了地图之后，你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的方向。我觉得有指南针会比较重要。但是你又没有地图啊，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能走得出去。那我们就选地图吧。指南针呢，可以通过手表或者是太阳或者星星的位置来判断。但是如果阴天的话呢？我觉得沙漠里面最重要的是指南针，因为沙漠里面其实它最大的问题是景观一致性，它没有参照物。它如果没有指南针的话，是方向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作为飞行，目前来看的话，何老师和范冰冰在这组讨论算表现比较好，判断。所以我觉得朝着那个方向走。先留着这两个。先留着一会儿再说。讨论未果的空天列队决定暂时保留指南针和地图，稍后再做商议。随着讨论的深入，两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意见分歧。走很难走，滑沙板有用的。没用，没用，没用。有的时候那个沙漠都是像大斜坡，你走要走很久。你为什么要走上去呢？滑沙板，换成滑沙板。滑沙板还可以拎水，还可以拖着水，真的，我认真的。我觉得没有食物都没问题，不能没有水，不能没有食物，一定要有食物。有了食物就是有了，留着青山寨不怕没有水，你就不会死。你们把军刀留下来，势必要把我的压缩饼干拿走。完了，没吃的了，饼干掉了。那个饼干没有。医疗急救包这个药吗？我觉得没事儿，你在沙漠里面你能有啊？不叫急救包啊，医疗包药吧。没事，你中毒了，我可以帮你吸。我说几位代言人，你们的执着真是令人感动啊。此时调皮的何老师偷偷前去930队打探敌情。啊，何老师过来偷看了。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他们现在选了10几个。他
们里面还有滑沙板。好傻呀，弄滑沙板干嘛？刚才有一朵。有的时候观众是会挑拨的。哦。我说九三零队，时间紧迫，你们可要加快进度，断舍离啊！当然，在挑选物品的过程中，两队也面临了一些相同的难题。如果说有暴风雨的话，会不会就接雨水喝也可以活下去？雨水是可以喝的。这样吗？好吗？我觉得沙漠下的雨，我们就这样张着嘴。军刀跟手枪快，带枪的肯定比刀好用啊。手枪比军刀快。哇，你有什么事情你不能戳戳戳戳戳？他今天跟他军刀，他除了是武器，他还是工具。哇，你拿枪啊？等一下，如果那个呢？这如果有动物什么生存呢？要生存什么的，你有把刀肯定比枪有用。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如果有敌人来了呢？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如果有敌人来了呢？我说陈兵组合。虽然身处不同队，你们这默契也真是挡也挡不住啊。这个我觉得有用，因为它的温差太大了，如果有这个我们所有人裹到一起，它非常有用，而且它也是刚才也说过我们不用信号灯，它是可以帐篷啊，红白相间隔的帐篷，我觉得是个混淆信息，没什么用、啊、可是就是零下五度我们会不会冻死？如果一直下雨我们会不会死？有一种企鹅叫帝王企鹅，他们冷的时候就互相站在一起这样靠着，然后呢中间的那个人保持体温，外面的人扛风，然后那个人就是里面的那个人暖和了以后，然后再换的把外面的人换到中间去，然后这样再换的。讨论时间接近尾声，两队都开始进行最后的选择和排序。第一位肯定是他，这两个选一个，对不对？啊，第五位是他。好，排完了，接下来他们将用情景演绎的方式公布本队答案。首先有请空天猎队的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首先有请空天猎队。啊，拖啊，哎呀，好，这个地方呢现在是四十度啊，我现在好热啊，我现在都流汗了，到晚上它会只有五度，而且很快有可能有一定概率的暴风雨。现在我们要想办法逃离这里。首先第一点，这样，海涛，你负责去吃一点压缩饼干，我们不能带着那个走。陈浩，你现在负责去看一下这个地图，把它记下来啊。那个我们也不带，我们现在要带的第一样东西非常重要，因为在沙漠里面，海涛你知道吗？在沙漠里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什么？我没有方向，我不知道那是北。沙漠四周的景观都是一样，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有了它，我就知道哪边是南。我不能说它是指南针，但是你应该知道它是什么。带上这个之后，我想问一下冰冰，接下来我们要带什么呢？等一下啊，小姐。这是什么？这是上一波的那个绸带。绸带。他在那过瘾呢，没有玩够是吧？敢降落下来要收伞。对，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冰冰同志，我们要带红白相间的降落伞呢？美。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刚才我们说了三个作用，还有三个作用分别是什么呢？美。还有呢？美。还有呢？美。好，那就这样，还是陈浩同志，你补充一下，除了美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作用？颜值。红白相间是个很明显的这个信号。第二个呢，是因为它防水。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可以防水，二可以接水喝。对。第三个是它可以很保暖。怎么接水喝呀？怎么接水喝呀？降落伞吗？可以接水喝啊。可以。然后你就降。不要对自己的同志提出质疑。好。对。第三个，当温度骤降的时候，晚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围在一起当帐篷用。好，海涛，你吃完了你的压缩饼干了吗？吃完了。我拿吃了。我吃了60多根压缩饼干。那我想请问，接下来你要带什么重要东西出发？我现在再也不想吃压缩饼干了。你想干嘛？我觉得有水就够了。对，我现在吃60多根压，我他把食神直接喝完了，怎么办？我喝一点点的水，我现在不能。就饱了。那你饱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你想，我们要走70多公里呢。是的。有了水，我们就可以有生命。哎，我提着水。哎，认真听我们，认真听我们，不要再讨论了。
冰冰听我们没有呢，还有呢。现在我们说到第三个了，走心，走不走心？说到第三个。那现在各位同志，我们先带上水，我们就出发吧。你要说且慢啊，且慢。还有什么？我们还有两样很重要的东西要带呢。它可以平时缩着的，然后，它就打开了，然后可以刷刷刷刷刷，啊，你原来啊，可以。你直接说吧，你这我没看明白。不是要把一个物品演出来，是要把用那个物品的情境演出来。就这样啊，就有坏人啊！原来你我一直以为你是我们的指导员，很重要。对对，就是我们的军刀可以防身用，然后呢，说出来既是武器，既是武器，又是很重要的工具。它可以在沙漠里面可以挖仙人掌，挖仙人掌啊，挖一些植物啊。陈浩同学，取水。陈浩同志，我们这儿发现了一个仙人掌。哎，拿出来吃掉吧。我把皮儿给它去了，然后就把它当成那种凉拌，还是就像芦荟一样的感觉。对，就吃嘎嘎嘎嘎，而且那个什么仙人掌能吃。哎呀，等一下，我被仙人掌扎破了。哎，没事，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包。这个是什么包？你猜。这包，哎呀，包里啥都有。哎呀，给你缝两针吧。对。我只是被一个刺儿扎了，不用缝针吧？消个毒。就是在这个逃生的过程当中，非常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紧急的情况，所以呢，紧急的医疗包是非常重要的。哎，等一下，那前面莫非就是陈震了？朋友们，我们逃出来了！好棒，好棒，耶！向你们致敬。好，交给你们了。能够战胜这么优异的团队，才能显得我们更加的优异。接下来有请930队公开答案。跨跨跨！停了，现在全小心！我跟你们说，不要着急，现在因为我们浮夸多了，我们还没有落地，我们现在还在空中，已经看到了整个沙漠的区域。我们下去以后要保住自己的生命，然后一定要活着走出去。库擦库擦，库擦是什么？都在吗？都在，都还好吗？不信，在。有事吗？受伤没有？没有。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找到方向。不是，我们首先要保存体力。保存体力，保存体力。我们先这样，我们先把这个饼干全部都吃完。对，我们先把饼干吃了。对，把饼干吃掉。饼干都让我给吃了。把饼干吃掉。哎，饼干呢？不行啊，可是你们是他们无失误。不是，他们用道具就输在起跑线上了。没事，不用道具他们演不出来。表演能力太差。不是，就是因为你们的表演能力比较差，所以必须要用道具。首先女孩子先来，啊，好好，来，哎，吃一口，幼稚，知道大勋为什么这么瘦了吧？然后，报告队长，活着生存最重要的就是离不开水，所以我要把水带上，水就交给我了。好，没问题。报告队长，你说傻子，我觉得活着最重要的是不能离开方向。是的，我觉得有再好的记性也不如烂笔头，所以我要带上指南针和地图。一定的，因为这才是我们最终走出去的制胜法宝。好，报告队长，我冷。我知道。我要带军大衣。是的，你体质比较弱，但是作为一个军人，不管怎么样，在最艰难的时刻，你也要和我们一起咬牙扛下去。是的，好，好。但是这最后一样，大家要看好了。作为一名军人，怎么能不带上自己的武器？那就是枪。枪在，人在，阵地在。同志们，跟我上，走出去！走出来了，感觉我们这些人都只有3岁。冰冰还说，你看他们有一种很稳重的感觉。我们刚才是不是演得太吵了？还没说完，这边就哇就开始了。好，那接下来，这是我们两队的排名情况，我们。交给专家来判定。何老师，我感觉我们赢了。我也觉得，但是当然这是专家的他判定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在作战室的指导员和飞行员他们如何判定哪一队更准确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两队的最终答案：空天列队、指南针、红白相间图案的降落伞、十升饮用水、军刀、紧急医疗包。930队，十升饮用水、指南针、沙漠区地图、厚衣服、手枪。四位指挥官根据两队的最终选择进行了讨论分析。指南针还是比较重要嘛，是吧？对，指南针要跟那个沙漠地图进行配合使用。单一的话，可能这个效果更明显。第二个的话，那个水我感觉很重要，降落伞也很重要。最后一个的话，我觉得是军刀。
究竟哪队的答案更能得到专业飞行员的认可呢？马上揭晓。经过我们四位指挥官研究决定，这一轮比赛空天猎队获胜。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终于让我们赢了一次。谢谢飞行员，谢谢，来掌声。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祝贺。我只走出去。他们很沮丧。我们戏演得好。你们戏演得确实非常。我们很燃。那个很燃。对，我们配合好。啊，确实激情挺。对。但我们走心呢、啊。你看，我们无实物，都是用眼神。我们用最后用这个比较高的认同度拿下了这一局，所以呢，现在总比分呢就是2-1。我们祝贺这个空天猎呢，在这时候赢得了关键的一分。恭喜恭喜。对。所以最后这个项目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拼了，拼了。刚才经过了对我们飞行员的一些基本素质的考核，那接下来是一个真正的实战的考核了。那下面呢，这个要看哪一个飞行员最能够有实力可以迅速行动，也就是我们的任意门大战了。任意门游戏你们还记得吗？蓝白两队每轮派出三位成员钻出任意门，选中地图中的宝箱赢取积分，三轮过后积分高的队伍获胜。不会有人一紧张这个直接顶到这个玻璃门这儿了吧？你们都稍微动一动，别窝在哪儿了。哇啊、好，各位请准备音乐。好，海涛好嗨啊。一号，此时蓝队的两名成员一个箭步冲向一号门，成功霸占了一号门洞。一号，海涛脸卡住了。你没想到竟然是何老师，只见他双手死死按住门洞上方，左腿灵活地从海涛的肩膀穿过，这见缝插针的本事也只有你了。我看何老师，看何老师。白队三位瞬间冲向三号门，一把抱住仅有的一位蓝队成员李晨浩。李晨一个进步，哇！导演对不住了。只见李晨浩死死抓住李晨的脚，大熊拉住了何老师。海涛则抱紧了维嘉的腿，双方可谓势均力敌。突然，维嘉一脚挣开海涛。我要换了，一号。维嘉太可怜了，维嘉真的只有一个裤脚在那边，他整个人已经全出去了。这个时候突然换了，啊，这一轮首先祝贺大勋啊，第一个冲出这个重围，那个扳到了100分的这个分数，厉害厉害。好，接下来来了下一轮。起，海涛不要把力气放在前面。
不信，你弄死海涛就行了。二号，二号，二号。吴昕迅速冲到二号门，海涛紧随其后，而魏大勋拦住了李晨浩，李晨防守住范冰冰，白队看起来胜券在握。慢慢的，慢慢的，冰冰慢慢的出来了。哎呀，有机会！现在陈浩和大勋在外围。现在哦，现在唯一一个拖住了冰冰的是李晨。现在哇，在两个小女生上面。现在哇，在两个小女生上面，拖住海涛，上面魏大勋，你在钻啊！好，现在吴昕和冰冰两个人，现在基本上是同样的。哎呀，冰冰有机会，冰冰有机会，范冰冰出来了。吴昕，吴昕，真的，各位，你们看，像不像一条咸鱼？欣欣，你翻转身。咸鱼翻身了，你知道有一个人死死地拖着你的腿，对不对？我告诉你是谁，你熟人，报仇的，放心好了。报仇是不是？是吧？不是大勋，大勋抓了三秒钟就被陈浩走开就给抓走了，是陈哥。我，他一直在保护你，但最大的阻力来自于陈哥。大勋一直不让你出来。我看特别清楚啊，陈哥呢是这样拽着冰冰的腿，然后就是可以吗？来放点出去，来放点出去，这真的原来是这样，不会摔倒吧？因为他怕他冲出去会摔倒，你知道吧？陈哥抓着冰冰姐的腿，然后我就看陈哥你抓着腿，陈哥看了我一眼，对对对，特别明显，就这样，你小心点啊，放你出去了，就这样。我看很温馨的，真的，我看得特别清楚，在这边。我是怕呀，他另外一条腿啊，飞起一脚，你知道吗？赶紧松手。接下来范冰冰就获得了一次翻牌的机会，我们看一下，现在大勋已经为930队赢得了这个100分，那接下来我们空天列队将会是翻哪个呢？二号。Oh no！ 20分。好，音乐请。当大家都在疯狂舞动时，一旁的大勋则是忙于寻找突破口。可是，一号。此时李晨浩一把拦住李晨和魏大勋，贺老师拦住维嘉和吴昕，为离出口最近的范冰冰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蓝队能否抓住这个赛点呢？还是晚了一步。哦天哪，李晨是怎么出现的？让我们来看看回放。李晨浩挡住两人，魏大勋一把扯开李晨浩，李晨趁机钻入。老师，你在这儿合适吗？此时魏大勋也挤了进来。我说各位也太拼了吧！李晨似乎坚持不住了。没有，可以，我们不行，我们可以。
请注意，一号，李晨再次挤了过来，可是被蓝队队员毫不留情地拖了回去。维嘉补上，也被何老师扯了回来。请注意，海涛无人防守，他能成功吗？二号，就差一点点了。是怎么出来的？让我们看看回放。何老师在外围暗中观察，好机会。我看到，我几次我都喘不上来气儿。我看到李晨的头卡在这个边上，范冰冰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听到空中有个声音。李晨要挂了，李晨说：“我没事儿。”我不敢相信，有一瞬间一个洞出来四个脑袋，你们是不要命了吗？你知道我刚才几度都以为我要降生了，又给缩回去了。我真的觉得，我们都有缩骨功啊！我真的有，真的，那里面塞太多东西了。这陈哥的头，这是冰姐，这是你，这还出来一个大勋。我去，你们四个在这个里面，这绝对是一个特别精彩的画面。我中间挤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我快成功了，但是佳佳好厉害，佳佳一手钳制住那个冰冰，一手钳制。哦，你这脸怎么了？我没事，我这都是战斗过的痕迹。我来选一个，四号，四号，一号，一百，耶！哦，一百，居然还有一百，到了。经过激烈的角逐，空天猎队以20分的优势赢得了本轮比赛。在四轮比拼中，空天猎队在任意门大战和无领导小组讨论环节中取胜，而930队也分别拿下了接力赛与枕头大战的胜利，两队2-2打成平局。不好意思，那个指导员还有飞行员，刚才你们说是只能选四个队员，那现在我们八个都要去参加这个就职。提醒您下期看点。不好意思，老师刚把这个剪掉。有些事情啊，还是不要多问。你喜欢看什么？快乐大本营一定不会错过。我喜欢我们应该我如何教育我的孩子。哇，我没有孩子，你说的都对。迎合潮流它是一种方式，潮流并不代表要放弃自我。我们从来不迎合潮流，我们就是潮流。好，那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谢谢我们空天猎剧组的成员。